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郎红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先来看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2日下午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了第13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说，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的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好，今天财经头条首先来关注南方持续遭遇的阴雨天气。自去年的12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我国南方出现了同期较为罕见的连阴雨寡照天气，持续时间长，日照时数显著偏少，而且伴随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等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像安徽省80天的日照只有83个小时，破了五十八年来的气象记录，比常年同期呢是偏少50%。而湖南省呢，低温阴雨寡照天气持续时间也是为1951年有连续的气象记录以来的一个极值，降水的日数为历史同期的第二多。是啊，可以说呢，这场雨从2018年的冬天下到了2019年的春天。那么就在今天，江南、华南一带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广东、福建、广西等局地有大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这样的连阴雨将持续到3月上旬。那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会不会给南方多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影响？我们来听一下农业专家的说法。农业专家表示，目前阴雨天气主要覆盖的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等地，这些省份既是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的主产区，同时又是蔬菜、油菜等经济作物的产区。整体上，连续阴雨天和低温对粮食、蔬菜有一些不利影响，不过目前看来，供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蔬菜的生长缺乏光照对产量的形成有一定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蔬菜的供给来说，是影响了它的流通，影响市场的供给。李辉尚说，从整个全国大市场来说，蔬菜的流通从上一周开始到现在，北方蔬菜逐步外调，对南方市场供给是一个补充。不过也要预防农业灾害，及时清沟排渍，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另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采取加热或补光增温措施。针对这样的连阴雨天气，昨天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紧急的通知，要求各部门要做好连续低温阴雨天气之下的农业生产防范工作。那么在浙江的长兴，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小麦的种植面积已经减少了8000亩左右，而随后即将展开的水稻种植也是令人堪忧。现在这个积水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积水嘛，我们一直在排嘛，天天下雨，天天排。水位有没有降下去一点？降，水位都降了，降了。在浙江长兴县港口村的农田里，农办工作人员正在向农户了解农田排水情况。农户詹修美是红星桥镇的种粮大户，承包了380亩农田，分季种植小麦和水稻。但是，原本应该长满一片嫩绿色小麦苗的农田里，却还残留着去年的水稻秸秆，雨水浸泡着泥土，没有任何春耕的气息。今年的天气呢是太差了，是经常下雨，所以这个小麦呢就下不去了。如果说你下下去，这是耕田耕过来，这个小麦泡在水里，这个种子也不会发芽，也要烂掉的。詹修美介绍，如果强行种下麦种，也是发病率高过发芽率，损失将更大。经过商议，他和家人决定及时止损，放弃今年的小麦种植。我们这贴300，再加上高国家的补贴150没有了，算起我们整个的田地面积算起来，我们要损失靠10几万吧，16、17万样子吧。据长兴县农业部门的统计，与去年相比，长兴县小麦种植面积至少减少了8000亩。为了减少农户全年的损失，农业部门提醒农户要随时关注空闲田情况，做好清沟排水和翻耕培肥工作，为接下来的水稻种植打好基础。通过下半年我们水稻的一个种植来
的增长水稻的产量，提高水稻的收入，弥补一下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损失。连阴雨天气也让南方部分地区的菜价和同期相比是有所上涨的。不仅仅如此，像中药种植等一些特色种植，同时也是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产。在安徽庐江县最大的菜场庐城中心菜市场，记者看到各类蔬菜琳琅满目，但价格却比往年高。是我的菜价要高，因为春季呀下入下到这个，一般菜都得三块钱以上。要说小白菜都得三块钱一斤嘛，菜得4.5块，卖就卖5块嘛，加5毛钱一斤嘛。据了解，今年节后，庐城中心菜市场蔬菜价格最低的都要每斤3元，菜价偏贵。现在大葱是3块，往年是1.5块左右。持续的低温降雨也让江西新余市的农作物生长受到了影响，瓜果蔬菜、中草药大量减产，有的甚至烂在了地里。新余市岗背村是无公害蔬菜种植明星村，仅春季蔬菜收入就能够达到近800万元。连日阴雨天气让即将上市的莴笋、辣椒等作物减产不少。冬时今年个蔬菜就那么一碰到这种天气啊，1500万蔬菜呀，大概损失了4-5百万。新余市分宜县韩岭村的中药材种植损失也很大，在种植基地里，大片金丝黄菊只采摘了1/4，其他的几乎全部烂在了枝干上。我们这个温榆金一亩田平均的这个产量是2500斤，泡的年用的这个一亩田2500斤全部烂掉了。当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农技专家采取措施，以减少农民损失。没完没了的雨不但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对城市的道路设施也是一个考验。那么根据杭州城管部门的统计呢，今年1月份以来，杭州主城区已经修了9.3万平方米的车行道，人行道也达到了1.1万平方米。这个工程量是杭州近10年来冬季修路量最多、强度最大的。来看报道。利用短暂的阴天，市政工人正在对这处阴雨天受损的道路进行修复。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浇上热的沥青将路面补平，而是用了这样的袋装的沥青块敲碎后进行填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在日常雨天使用的高性能能补沥青，它的特点是骨料比较细，然后粘结性能比较强，适用于雨天，不会产生路面飞散的情况。市政工人介绍，城市道路一般都是沥青路面，持续下雨，雨水长期浸泡道路，渗入沥青混合料后，加上车辆的碾压，路面就很容易被损坏。近一个月来，他们负责的这个路段坑洼量增加了50%左右，但都无法用常用的热沥青进行修补，而冷补沥青材料只能进行雨天应急修复，无法进行大面积的机械作业。据了解，今年1月份是杭州10年来道路维修量最大、工作强度最高的一个月，全市修复车行道9.3万平方米，同比增加了1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看。刚刚过完农历新年，滴滴出行在2月15号宣布进行人员优化，裁员规模涉及2000人，占比达到15%。裁员的消息发出之后，业界以及员工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CEO 程伟口中要裁掉的非主业究竟是哪些业务呢？我们来看报道。据了解，2017年成立的负责孵化滴滴创新的 R Lab 部门是本次裁员的重点。除了外卖业务 ，R Lab 还孵化了小巴、酒旅、票务等衍生业务，而这些内部孵化业务大概率要被关停。对此，滴滴内部人士并未做出直接回应。互联网公司它实际上传统的打法都是先扩大规模嘛，那你没有持续的一个输血的一个方向的话，咱们讲开源节流嘛。你如果开源开不了的话，你只能节流了。滴滴内部人士表示，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率，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次裁员，滴滴始终强调是业务调整。我滴滴的话，我们是要裁2000来人嘛，15%嘛，但是
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另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还要招2500来人。而对于外界猜测的出行衍生业务的关停，滴滴内部人士强调，只是缩减优化国内业务，并将更多的转向国外市场。而此番调整也是基于互联网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不佳以及日趋谨慎的投资环境所做出的选择。而专家则表示，滴滴在国内市场的出行衍生业务发展不顺利，与国内激烈的行业竞争有关。然而，国外的行业竞争也并不轻松。在国际市场上，滴滴所面临的复杂的监管的情况，恐怕要比国内的复杂的程度要高好几个数量级。新的业务尚未产生正向现金流之前，滴滴是持续的失血的状态，在资本的层面。那么这个时候，它必须裁员、减员、增效。这几天中小学陆续开学了，到了开学季，校园安全自然是家长和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而校园周边呢又是安全的一个关键区域。最近呢，上海市就宣布校园周边200米呢是被正式确立为安全区域。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安全区域？全国其他地方可以借鉴吗？我们来看报道。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上海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长达10000字的实施意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将学校周边200米划设为学生安全区域。结合上海的未成年保护条例，我们将200米明确为这个学生安全区域，目的呢是进一步加强校园周边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市场的监管。根据实施意见的规定，上海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不分公办民办，在其周围200米的安全区域内，都要禁止新建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设施，禁止设立上网服务、歌舞娱乐、游艺娱乐等场所。我们和商务委呢，他考虑这个商业发展嘛，他说，哎，这么好的商厦里面，招商引资搞一家卡拉 OK 啊，或者搞一家游艺娱乐场所，蛮好的。那我们一考虑，在周围有一个中小学校，那这里面它里面就这不能办了。在这份实施意见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100米。按照要求，校门周边100米范围内要配备一名社区网格巡逻保安，并配防护器械。应该讲，对孩子的安全问题啊尤为重视，因为现在都说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此外，实施意见还规定，校园出入口要落实视频监控系统。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上海市已完成学校安全管理软件及移动终端 APP 平台开发及应用，完成视频监控市区对接工作，共17022路监控视频接入市级平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幼儿园方面的消息。日前，教育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了《幼儿园标准设计样图》，为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幼儿园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提供了最新的样本。那么，未来的幼儿园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幼儿园标准设计样图对幼儿园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从建设规模到园区选址、园区布置以及建筑设备和安全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划。样图编制负责人马晓东告诉记者，样图主要解决了幼儿园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包括安全、包括卫生、包括实用、包括绿色建筑、包括经济以及节约用地，就是创造一个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同时营造一个优良的育人的一个环境，为小朋友服务嘛。现在幼儿园的选址也有了明确方向，应选择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交通方便、基础设施完善、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地带。同时，图样提供了9个规模不同的幼儿园方案，并提出幼儿园不得建在高层建筑内，建筑规模不宜超过12个班，室内建材应符合环保适用、经济耐久且美观的要求。而在室内布置上，则可以更加灵活节约。除了室内设计，室外场地规划也同样重要。样图建议，幼儿园室外地面游戏场地人均面积不应低于4平方米，绿地率不宜低于30%。
幼儿园的标准设计样图的出台，满足了孩子们游戏和活动的场地的需求，真正的把空间还给了孩子们。那么现在这个设计有了统一的标准，是否表示在未来的幼儿园都会千变一律呢？那究竟什么样的幼儿园才会是孩子们眼中最美的梦想乐园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你觉得什么样的幼儿园最美呀？明亮的教室，干净的厕所，不拥挤的游戏，远地面大操场，大操场不会互相撞。你画的这是什么呀？翅膀幼儿园，你每天开心的玩，吃糖果，吃冰淇淋，还吃鸭子。我最喜欢吃烤鸭了。你为什么要给幼儿园安上翅膀呢？我想去海王星，造学校，造人。对于心中的梦想乐园，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在山东济南的一家幼儿园里，我们看到孩子们最喜欢的设施是一个室外小型农场。在农场中呢，孩子通过播种、收获，进而体验成功的喜悦，让孩子们真正的去触摸自然。幼儿园是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步，为此幼儿园还专门为孩子们设立了社会体验区域，有小医院、小超市、小银行等等，让孩子们在娱乐的同时体验社会成员的不同劳动过程，了解劳动者的辛苦。样图编制负责人马晓东向记者介绍，样图已经为全国幼儿园的设计提出了基本要求，但在具体内容设计上，各个园区则要根据不同需求各展其长。无论它的建筑的形式、它的空间、它的设施，要有趣、要好玩，因为孩子有个天性，是喜欢探究未知。春节过后，网购等等消费方式已经基本恢复常态了，但是呢，回乡过年的快递员们还没有全部的回岗上班，所以这几天呢，浙江杭州的多个快递网点就出现了快递滞留的现象，一起去看一下。上午9点多，杭州市萧山区这家快递公司的仓库内，大量快递堆积在地上，工人们还在不停地分拣。此外，还有好几个自己来找包裹的收件人。就太久没到了呀，是就一直信息一直显示在这个地方。多少天了？是17号到的。17号到这里是吧？对，就一直停在这里了。现在找了多久啊？现在怎么样？现在找了快2个小时了。按照我们往常的一般情况下，10点以前能出门去派送，但是现在12点能出门的算早了。就是因为量大的原因，每天都是这样。每这几天年后一直是持续这种现象。记者了解到，这段时间这个快递网点每天积压的快递数量最多时达到上千件。在另一家快递公司，截至22号，快递员回岗率已经有70%多。为了应对节后人少件多的局面，他们也想了不少办法。像这种所有的后勤啊，都顶上去啊，对，包括我们自己也凑上去顶个数了。也在派送中了。据了解，春节假期过后，快递员还没有全员上岗，导致人手紧张，加上最近杭州连日的阴雨天气，派件效率降低，种种原因让一些快递网点积压了不少包裹。快递公司表示，随着员工返岗率渐渐饱和，快递业务也将恢复常态。除了快递行业之外呢，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外卖行业。由于节后订单量的回升，已经让一些回来上班的外卖小哥们应接不暇了。22号傍晚，在浙江杭州的一家商场内，不时有外卖员穿梭在人群当中。为了准时把外卖送达，有的外卖员不得不加快脚步。在送餐非常忙。对对对，我这会儿还要赶单。很多外卖员表示，在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由于不少同事还没有回来上班，但是一下子恢复正常的外卖业务，让他们的接单有些应接不暇。节后的话，单子是比较多一点了，反正这一段时间就加上杭州下雨嘛，反正跑的单子比较多一点。初期之后是正常的一个上班营业时间，但是呢，在初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骑手返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为了加速外卖员的返岗，外卖平台也出台了不少激励措施，提高外卖员的福利待遇。春节回岗的话，有个开门红包嘛，有2个红包，所以我们都是，我家里面都是比较精的，我都是老早回来，为了多赚一点。此外，这段时间商家和订单平台给外卖员的配送费也出现了动态上浮。但是后期呢，我们可能是采取了很多的一个措施啊，包括我们内部会做一些像政策上的激励等等的一些措施吧，
也在加速的我们的一个骑手的一个回流。返岗率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是达到了年前的大概是80%左右。最近，住建部组织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等等单位起草了38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规范、住宅规范的征求意见稿。那么，其中呢，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新建住宅要全装修交付等等内容，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对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中拟规定，城镇新建住宅建筑应全装修交付，并应符合户内和公共部位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和管线应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给排水、燃气、照明、供电等系统及厨卫基本设施应安装到位等标准。支持，这样省去了我很多时间。我觉得我不太支持。您的疑虑在什么？因为一个人风格不一样啊，所以还是自己装修好。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全装修交付表示支持，但部分受访者对统一全装修交付后是否可以拥有个性化的选择存有疑虑。根据每个项目去制定这种多样化的，符合居民要求这种菜单啊，应该说这个呢。从技术和标准的来解决上来，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全装修交付呢，有利于国家的，推进这种节能环保的政策。此外，在此次规范中还提到，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目前，我国的住宅建筑主要以建筑面积进行交易，即包括套内面积、建筑内公摊面积和其他公摊面积，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是同一项目的建筑面积相同，而其套内面积不同的问题，于是会引发公众对于公摊面积的矛盾。这次是住建部首次在官方文件当中明确提出，房屋应由套内面积来进行交易。我觉得这个也是保障了购房者的利益，这个我也是支持的。对于规范中的这一内容，业内专家表示，套内计价对于购房者实际购房成本基本无影响。这种计价方式的变化对于购房者购房来说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当然，一旦说计变为这种套内计价的话，会对规范开发商的开发行为，特别是得房率的这么一个标准，会有一些有利于购房者的政策的方向的发生，都是推动着房地产市场向更健康的方向在发展。好的，我们今天的联播调查呢，一起来关注的是流量市场。在社交媒体和一些新媒体平台上，人们经常会发现某些用户某次发布的一些普通的内容获得的浏览量或者是点赞数呢，轻易就能突破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量级。其实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不禁是要怀疑的哈，这些数字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呢？而这些数字又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的联播调查。不久前，某艺人用户发布的一条宣传新歌视频的微博获得了超过1亿次的转发。以目前中国微博总用户数3.37亿人的比例来看，相当于每3名微博用户当中就有一人转发了这条内容。就是说，它不是由真人刷出来的，而是由机器刷出来的。根据曹先生的提示，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新浪微博的名称，系统优先给了大量帮助用户涨粉丝或是数据增量的业务选项。10元钱的基本套餐就能买到400个粉丝，或可以转发指定微博100次，还可根据需求实现粉丝活跃程度和地域真实性的专门定制。卖家称，有很多艺人和网红都来找他们购买过。记者尝试下载了一个自带创建粉丝和创建转发功能的软件，将一个近期没有任何更新的微博账号填入指定位置，操作几分钟后便发现该账户下不断涌入名字雷同的关注者。记者还在微信和微博的聊天群里发现有大量公开招募点赞人员的信息。记者试着应聘，卖家介绍给指定客户的抖音账号添加关注和点赞，完成即算一单，可获得1到3元不等的报酬，单日工作量不设上限，工资也可当日结清。水军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内容特征，你会发现水军招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第二个就是很多的水军都是在凌晨2点到4点去发，你觉得这个事正常吗？如果1万个粉丝，他这个每个人那个注册了10个白号，每个白号每天发100条那个资讯或者信息，那就成10万乘以100，就是一天就已经到1000了，其实只是1万人。
当数据造假变得轻而易举，遭到滥用也就在所难免。我们看到热衷选秀节目和狂热追星的粉丝们，他们通过雇佣水军为他们支持的偶像来刷榜刷量，而艺人经纪公司和各新媒体平台呢，也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在背后推波助澜。我们继续来看调查。为集中力量支持共同的偶像，由粉丝自发组建或经纪公司安排成立的明星微博数据站应运而生。据曾经在数据站参与过打榜的小雨透露，个人转发艺人微博只能算日常签到任务，想要快速增量，花钱买数据早已是粉丝间的共通手法。因为可能现在大多数粉丝都觉得中转发或者是评论就是特别重要嘛，这种数据，就可能就是越多越好。我们有的时候一般买都是别人发给我，然后我就存下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微信群里会有链接，或者微博群有链接，而且买这些号其实投入也很大。可能他一个号就三四毛钱，但是有的人可能一买有几百个号，有的可能会细分专门管微博评论的，然后还有的是专门负责转发的。为节省人力和时间，粉丝群里还会分享提供自动刷榜功能的手机应用程序，进入其主页选择心仪的明星，无论打榜的日期还是文案均可供挑选，粉丝们需要做的只剩下付费而已。于是散尽千金成为粉丝们释放追星热情和体现忠诚度的集体狂欢。如果像论博，然后可能每天都会有任务，必须有公司的同意才行。比如说你连续多少天转发这个微博多少次，然后你坚持下来了，它就会有一个奖励。都说就这些数据嘛，比如公司可能会看，有一些可能品牌方可能会看，但是它究竟会真的会不会看这个其实也不太确定。对于虚高的数据，专家表示，数据造假不仅损害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诚信的基本原则，也让市场陷入了不注重品质而唯流量至上的恶性循环。流量造假基本上是违背了一种诚信，它的本质其实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不健康的一个产业链就慢慢去形成了。而当数据造假成为一种产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因自身获利而或多或少助长了造假现象的持续蔓延。明星的流量大的时候，他的曝光率和他受到那个广告关注的这个度越大，因此难免会发生鼓动粉丝集群式的去制造流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传媒机构也需要利益，他也发现比较容易，如果投合这种情绪的时候他会得利。相关人士表示，流量造假受损害最大的是广告主，因为他大量的预算被浪费。另外，数据造假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触及行业道德底线，阻碍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要有很有政策去抑制这种制造机构，除了之外，坚实的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的东西，让他们真正成为不是短效而长效的典范，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22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说，目前英国政府与欧盟协商修改脱欧协议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这名发言人说，特蕾莎梅22号当天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脱欧协议的修改进行了讨论。两周以来，特蕾莎梅已经先后与26位欧盟领导人商谈。此外，在24号到25号，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峰会上，特蕾莎梅还会再次与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以确保能够让脱欧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取得英国议会的支持。根据安排，英国的脱欧期限是在3月29号。目前，英国与欧盟仍未就修改脱欧协议问题达成一致。22号，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爱尔兰政府当天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应对无协议脱欧局面的法案。这一法案将在议会批准后生效。科文尼说，无协议脱欧对各方都是一个损失，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糟糕的结局，22号提交的这份法案也无法完全弥合损失，只能尽可能做出补救。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研究中心分析，一旦英国无协议脱欧，英欧遵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英欧贸易今后10年将下降40%，英国国内人均收入下降3%。
英国政府估算，无协议脱欧将让英国经济今后15年累计增长预期从25%降至17%。继上周印度假酒事件造成将近100人死亡之后，印度阿萨姆邦在21号再次发生假酒事件。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此次假酒事件已经造成至少84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0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这起假酒事件发生在印度阿萨姆邦哥拉卡德县境内的一个茶园。21号晚，茶园工人饮用假酒后开始陆续死亡。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84人死亡。据印度媒体报道，阿萨姆邦首席部长索诺瓦尔已下令调查假酒事件，警方也已立案登记并收集了酒类样本。目前，已有2名当地税务官员被解职。2月上旬，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曾发生严重假酒事件，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印度当局随即加大了对制售假酒的打击力度。这两个邦有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员被停职调查，数百名涉案人员被拘留。印度政府明令禁止销售假酒，但由于管控不严，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制售假酒，并造成集体中毒事件。当地时间22号，为期3天的第6届布鲁塞尔巧克力沙龙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130多家巧克力生产商、经销商将会在3天展览期间，全方位呈现比利时巧克力的丰富内涵。香甜的巧克力与时装完美结合，一场带着巧克力香气的时装走秀，拉开了本届布鲁塞尔巧克力沙龙的帷幕。这些巧克力时装都是由巧克力制作师与时装设计师共同打造的，他们有的来自比利时的百年巧克力老店，有的则来自秘鲁等巧克力原料生产国。巧克力是比利时的国宝，在这里举办的巧克力沙龙可以说是一场巧克力的盛宴，各种不同造型、不同口味的巧克力，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品尝到。本届巧克力沙龙上，130多家参展商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巧克力产品。在沙龙中心位置的展台上，集中了比利时最优秀的巧克力制作大师。除了品尝到现场制作的各种巧克力美食，主办方还举办了手工巧克力体验作坊、巧克力雕塑展、巧克力图书展，以及针对小朋友的巧克力课堂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此外，沙龙上还举办了啤酒与巧克力的搭配品尝课，这个听起来有点另类的搭配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尝试。Normally I'm only drinking beer. I know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ocolate it is nice, yes. And I say cheers to everybody, to the chocolate, to the beer. 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自今年3月1号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罕见病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公告，对近期暗访检查中发现卫生和消防安全问题严重、服务不规范问题突出的7家饭店，予以取消5星级旅游饭店资格的处理，对另外10家饭店予以限期整改12个月的处理。从21号到今天，西藏阿里地区遭遇持续暴雪，因降雪一度中断的219国道和564国道目前已恢复通行，滞留车辆和被困人员已得到妥善安置。北京市卫健委日前表示，已将2100多名号贩子信息录入北京市各大医院人脸识别系统，并将对号贩子进行联合惩戒，包括不能乘坐高铁、不能贷款等。日前，大连市警方破获了一起重大盗捕斑海豹案，查获100头斑海豹幼崽，目前幸存的62只斑海豹幼崽大部分健康状况良好，未来将全部放归大海。日本警察厅21号发布数据，2018年日本因电信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56.8亿日元，每天被骗将近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6万元。22号，维珍银河商业飞船太空船2号成功进行第5次超音速动力试飞，目前
维珍银河已收到了来自全球58个国家600余名游客的预订，票价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8万元。22号，国际足联宣布，因为违反相关规定签约18岁以下外国球员，英超切尔西俱乐部将被罚款4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03万元。2020年1月冬季转会窗口到期之前，禁止切尔西签约新的球员。当地时间22号，厄瓜多尔中南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基多、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及多个省份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近日，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附近的一场斗牛活动中，一头公牛突然发飙冲入人群，导致数千人惊慌逃离，事故并未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现在又是一年赏梅时了，在安徽的麦花渔村呢，迎来了万梅绽放。